后来才知道的，抢我的喝的吧，先是来了一只，然后被我训走了，没有再抢我，然后就我在往上走的时候，那个猴子又跳出来了，然后直接挂我身上，然后去拿奶茶，太可怕了吧。哎，别说了，我现在发朋友圈，他们都只能想到我骂猴子的那画面。